这是一个存钱筒。存钱筒呢？啊？存钱筒哦。被骗了，你那天已经酒醉了。哎呦，他这酒可能放在这个，应该是出口吧？出口，出口是蒸发了，这要封起来吧？有没有零钱？你的零钱，你的零钱，你的零钱，来给观众听一下。哦，哎，原来是铺满了。哇，等下重点是谁给我喝的？没有酒，谁给你喝啊？所以这是剩下那个瓷器就对了，就瓷器铺满了。你真的喝醉了，哎。下面存钱筒有酒吗？啊，这是哎底座搞不好是哦，真的吗？底座呢？有吗？哎呦，哇，在这里哦，我吓坏了，我太久真的是酒吗？酒。等，我们先把这个拿起来，这怎么拿？是转就可以，转就可以。好，来哦，他的酒在这边了哈，来我听一下哈。有，真的有酒哎，没有骗人哎。他也那些长辈跟我讲，这就是一个限量的一个，他只有限量1000瓶哦。所以我觉得很舍不得喝。来，好，这总共1000瓶哦。长辈讲1000瓶然后啊，有没有编号？编号，他拿给我的时候就这样子，他自己有一个就是像证书这样子的东西，可是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了。嗯，对。哦，他上面还有提这个字哈。真的哎，来呀，来这边有写，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哈。主题性金门高粱酒，那里面放的还是金门高粱酒哦，哈。然后呢，金门酒厂做的哈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边呢，海域歼敌耀英豪，龙腾虎耀为国家，什么蛙训百炼成铁汉，什么冰汉四海为两栖，海龙蛙兵啊，海龙蛙兵，哎呦，俗称的水鬼，水鬼，他就是水鬼哈，对，他叫水鬼，啊，所以。意思是说，成立40周年，意思是说他们都要喝这个酒就对了。然后他那时候那个长辈是好奇怪哦，长辈是海龙蛙兵的吗？长辈应该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海龙蛙兵的，但他从金门回来的时候都会带了很多，像有什么那种金刚什么金刚药酒，金刚药酒。然后带了很多，他就觉得说这个酒你回去品尝，结果我们是狂饮。款就没有了，他都觉得说你们不要这样，这个酒拿过来就可以去珍藏，或者说慢慢品尝这样子。那你们这一瓶酒也都不舍不得喝啦，舍不得，我现在舍不得喝啊。这个真的很像这个前这个上面这边真的是一个铺满。对啊，你要还我50块，我刚丢50块进去了。好，来这瓶酒，喝完酒之后上面那个其实还可以珍藏，然后存钱。对，它其实应该就这样子放着，你要存钱也可以啦，哈。对啊，还蛮可爱的，可爱哦。很久以前送的，我觉得这个灰应该在金门没看过，没看过，金门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。因为蛙人他们非常厉害，为什么？常常哦割耳朵，常常去对岸割耳朵。后来中美断交以后，双方比较缓和，不割耳朵，换什么呢？去那一边看戏的。把票根拿回来缴啊！哦，代表说你有到那边去，拿一个东西来证明这样子，或者在岸边敲石头，叫你丢个什么香烟、香烟盒啦、香烟啦，这个以前都发生过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志远应该是按照你的体格，应该是到海龙去，应该是不是就是金城林，要不然应该就是那种两栖征收营那种的，对啊，特种部队，只是没有抽到那个海军陆战队了。就你后来在哪边当兵？陆军啊，然后打棒球了。连当兵都还是打棒球，人家是拿那个枪，你是拿球杆，但是也拿4个月的枪啦。哦，好，来自己估呢，这瓶酒呢？我觉得这么有纪念性的价值哦的酒应该。有上，我觉得应该是20000块。好，20000块了哈，现在多增加20005。两万块，你现在要估保存这么久。20050，里面有一个现金50块。20050，我知道我待会给你。而且他还有留盒子。对啊，有加价。只是他没有那个证书，我就觉得。对啊，那个资源讲说总共1000瓶要。对啊，哇，如果1000瓶的话，那应该也是。是不是？好，来我们来评估一下哈，这整个台湾的话呢，搞不好只有1000瓶而已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一个是海龙蛙兵40周年的一个纪念酒，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。这个东西它是非卖品哦，没有什么所谓的行情。不过洪波卖出来的就是接受订单的价格，听说在1000块左右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你是说他的没有？他讲的意思是说他的瓶子哦，包括酒，
包括酒1000块而已。对，但你要有个量。那么他这一批酒，就是说我据我所了解，市场上零售有人在网路丢卖到3000呐。嗯。哦，这是正常的价钱，就是网路有人说3000块卖这样。嗯。那其实他说限量1000瓶哦，我非常的存疑。第一个没有编号。嗯。那像金门酒厂或者是洪波公司，他是不是说？后面有又做很多出来，这个可以去查证的。好，来我们来酒不是就会有保值的吗？好，来照道理讲的话，其实这一瓶酒我们有看到哈，这瓶酒呢是金门洪波公司呢这个委托制作的哈，海底角龙。那你刚刚讲的那个1000瓶哈，确实是有，就是说。他之前曾经出过一批是有证书的，可是你这一批没有。对啊，我就来的时候就没有收到，里面有编号，没有，都没有编号，也没有证书。如果增加编号，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吗？好，价值的话，如果你这一瓶如果有编号，要卖到20000块，可能要20年后。他应该不会被蒸发了，因为他这个会不会是后来又在追加？有可能，因为他也没有编号，也没有什么。那照理讲，如果你真的如果说你要。要有证书，一定上面要有编号。那都没有的时候，我是很存疑。哦，加上这个是以前就有常常发生，就是说我可能第一次限量1000瓶，可能我后面会再追加。哦，这个都很正常，在那边都很正常。好，但是如果是1000块，我真的觉得这瓶酒应该是还蛮值得买的。不是，我是说你跟。这个因为他有写非卖品，他现在市场上面还有没有在卖？对啊，他没有在卖，他非卖品，他知道到底是拿给谁？他是第一个，他是赠送给那个蛙人部队退伍的。第二个，你可以就是你是蛙人，你可以要求我给你买1箱2箱，开放你买。可是老九，你这一瓶酒的话，到底是中华民国陆军委托洪波公司的吗？就是蛙人部队，对蛙人部队还是还就是委托他做的，对，委托他们做，然后呢还是反正等于就是说交给这个中华民国陆军下去分配就对了。对，那现在跟你讲一下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哦，现在太多人做了，嗯，有金九的啦，有台电的啦，有那个，但是他一定没有，他已经不是就是他一定没有中华民国陆军要来的响亮啊。对啊，对，没错，而且他还是两栖宪兵也有。那做这个的话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你真的要有增值，一定要限量，要有编号。你不要我做的生意好，又拼命做，这是目前很多大酒厂犯的毛病。哎，他这瓶酒其实还蛮新的，我这边看到日期了，2013年的，去年的，对，才放一年而已哈，去年的4月份出。而且这种酒为什么会比较便宜？它装53度的。53度的基酒在金门报价是比较便宜的哦，是啊，58就比较贵。哎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国军可以好好想一下了哈，国防部了哈。可以赚一点钱啊，哈，这个出去卖一下的话，应该很好卖，哈，好，但是呢，这是非卖品，哎，非卖品，有网络那边有人曾经看，有人丢出来要，对，丢出3000块，那还不错嘛，哈，还有3000块的价值，2000零50，你看这个的话，最起码都还有1000块的价值，对啊，然后呢，那个陈志远来节目里面，哎，你秀琴来节目，你应该有看过啦哈，你不要到花莲海边捡一块漂流木就要来上我节目吗？什么？哎，这个是我在10年前我在球队的时候，嗯，然后我们都会南部比赛中途会在三义休息的时候，对，那休息的时候我就下车，然后去看，哎。这个东西我看一下，就是木桶嘛。然后我进去的时候，那老板说：“哎，哇，陈志远他知道我是谁，然后跟我讲说，哎，你来看看这个木桶。”我说：“这木桶什么什么？沉香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这是沉香啊。”沉香，对。这还是在三义买的。对，他就你不会被秀琴骂吗？被你家里面的人骂吗？你花了多少钱？这个部分我是大概当时买的时候是7000块。天哪，7000块啊！他还跟我讲说这个。可以，就是闻那个沉香味哦，让你就是放比较好睡，然后放松心情。哎，可以闻看吗？我觉得他要烧，我觉得陈志远一定骗人。没有，他要烧啦，我觉得陈志远一定骗人。卖你的是不是辣妹？不是辣妹，今天是陈志远，我觉得老头。哎，陈志远，我觉得你真的被骗了。我觉得你面跟。你有没有去海边闻过那个漂流木的味道？就是这个味道，里面有海的味道。对，可是有没有有一点海的味道？真的吗？有被骗吗？对啊，有一点臭臭逼的。我觉得你看，臭逼，功靠沉香，好可怜。而且沉香很温润呢。
但而且又甜的。踢打老师，你有闻到沉香的味道吗？没有。是不是那个海的味道？这超臭。来来来，威廉威廉，你闻看吗？威廉，这个要烧。哦，要烧，是的确有香味。威廉要看谁烧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要用火烧起来，它才有。拿给你妈妈，你那个在烧那个烧水的时候丢进去。煮饭用是吧？对啊，你煮饭的时候啊。有一点真的啦哦，以前我住在海边，住在那个花莲的海边，秀琴他都不知道这个价钱。早期后真的没有人用瓦斯，然后呢没有用瓦斯炉，真的是修黑电啊啊，修电的时候你都会到海边去捡那个漂流木，这种木头就丢进去了。没有啦，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海的味道啊，你闻有没有？哎啦，我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真的还是要烧。我真的当时的时候，他有给我闻那个味道。这里有烧过啦，对，有烧过啊。他有哦，他有给你烧给我。对，那你闻起来是什么味道？我觉得蛮香的啊，哎，真的蛮有镇定的作用。真的还假？哎呀，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压力很大啊。他说有时候我觉得哎还不错，那我就觉得回去如果真的比赛心情输的话还怎么样，我可以放松心情之后，然后就是在自己的书房那边。所以你舍得让我们点一下吗？可以啊，这个，但是不要。等一下，你买7000块啦，7000块啊！来，我先给。等一下哈，我先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哈，如果是像志源讲的，真的是沉香木的话，你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烧啦哈，要不要让大家闻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沉香？真的啦。好，来，我先给大家讲的漂流木呢，它会不会真的在三义挖到宝哈？还是根本是骗我的哈？那个海边随便捡一块漂流木，然后点一点说是沉香啦哈。来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价格，如果是真的沉香的话呢？一般的沉香的话，大概约是每公克哦，100公克，嗯，100公克是1000块钱。好，抽油的沉香的话呢，100公克的话呢，高达3000块钱。好，那这个中等的沉香的话呢，100公克就要10万块钱以上。如果你这一块呢是印尼的水沉香的话呢，每100公克是30万以上。如果是越南的水沉香的话，一样是30万以上。哦，他好像有跟我讲过是越南。好，如果是高档的话，他有没有跟你讲高档？他就讲到越南而已，没有讲到高档。没有高档。好，每100公克是80万以上。我先赶快拿到秤子这边来，先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，到底多少？哇，这样855。哎，这是克是不是？克855。哦，看得到哈。对。好，来855克。哦。好，855克的话，就是80万乘以八啦。嗯，八百，就是100公克嘛，864，640万。哦，640万。嗯，哎，你打球一年的收入喽？哇，真的嘞！哦哟，退休人家那公务员退休金里面那么多呢，我跟他膜拜一下哈。那不要，不好意思，搞不好是奇楠呢，你看。哦，来，还有可能啊。哎，搞不好是奇楠，还不是最贵的哈。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哈。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来，如果是奇楠沉香的话呢，100克的话是500万以上。你这个呢是800克乘以八，4000万。哇，点一下没事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是奇楠的话，志远，我就先走人了哈。志远，你让那个威廉闻一下你的身上有没有奇楠的香味。来，我先闻。要是要问秀琴才知道。老九零，人家还没有说可以点你。可以的，他说可以的。没关系。真的吗？你可以闻，整根烧掉了。你可以闻得出来。是啦，这个还是说一般沉香吗？可以闻得出来哈。哎，500万，如果一克的话，你等下烧掉会不会烧一克啊？不会啦，烧掉一克的话也不。他只是用那个味道而已啦。好，来。我迫不及待，我很紧张哎。你等一下再告那个答案，先不要讲。哦，哎呀，我闻一下，好像。真的，你看，不是随随便便木头，随便木头烧下去的话，就是那种焦味啊，不好闻。真的，真的很香哎，这个我还第一次闻。要用文火，你不能用火直接烧，用边火，要用边火。有没有威林？我对，有香味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感觉像奇楠？哎，那个闻，哎，那个闻一次哈，那个闻一次，哎呦，烧起来了，糟糕了。但是不用吃，不用吃，我度假还几修，很紧张嘞，我度假抵修可能10万块了哎。对呀。还是有一股焦味啊，哎，真的耶，有焦味哈。
老师你自己要闻多少自己点好了，免得等一下说我要赔啊。他要边火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谢谢你，不是一般木头的。看这个，好来，这个就重点。好来，我们再，你那个药材跟我这个差那么多。好，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这个反而更香啊。这个来来。你那个应该还好呗，那个是木那个一般的木头香。哎，我说实在，这个香味哈，我真的觉得志远你真的有机会用7000块换到了4000万的。来，等一下我问一下，来翁老师，翁老师您现在先告诉我们大家，您现在手这一个带来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足鼎啦，足就是满足的足啊，沉香的沉啦，也是沉香。这个一斤也是50000多块啊。啊，你还是到底是剩带几嘞？这个是。应该是越南的水沉香了，越南水沉香80万，这碗还没对，30万的这种的，对，好来，哎，这样闻是最标准的，而且可是哈，来，可是我们这个也没有沾铁粉的，一般都是用铁粉下去包裹在外面。哎，翁老师，你真的要来闻，这样是最标准的，你来，那没有那个味道，不一样哎。哎，那个老九零，我们现在在闻越南的沉香了，好好好，真的确定是越南吗？哎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差。我觉得，哎，志远，我就觉得，来，志远，你先闻一下这个，这个还没有点哦，这还没有点的味道。来，老九零，对他，因为他人家这个都已经被消了，他已经被消了，这个根本连烧都不用烧，已经有那个味道了。它消掉一定就会有它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它那个这味道很重，这味道很重哈。啊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威廉，你来闻看这个，真的不一样。哎，这个真的香，来，你闻闻看。嗯，没有刚刚的那个味道。这个它这个是完全没味，对不对？那闻起来就不一样了。不一样哎，跟刚这样是比较标准的闻法。哎，这个是那个人家专门在闻沉香的那个点沉香器，然后来，刚刚那个老九莲子用了一小块这个，你看，很香的味道，很小很小一块哦，好凉好香啊，比那个指甲还要再小哈，但是这样子。就有闻到那个味道，它可以散发出整间味道，你看。所以人家点这个的话，整间都是那个味道。有，可是应该没有人舍得点，对不对？你点会就老九零，你刚那一块是从那边对削下来，削下来是不是？志远有答应哦。靠近，还是一股焦味啊！麻烦等一下拿10万块哈。你削了一片，削了一小块，10万块。对，说明是真的还假的？哇塞，那奇楠，哎，那老九零，你那能不能拿起来放老师这个啊？可以。哎，来，试看看，试看看。这两个香味不一样，这个是真正的药的沉香，药香型的。刚才那个有一点牛奶的那个奇楠味。哦，有没有味道不一样？一般般啊，一般般啊。哎，我跟我那个差那么多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一般般。一般般。这个只有在前怎么可以？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才闻到。刚才那个他自己在陶醉其中啊，人家已经抱持了4000万的梦，你不能跟人家打碎。看那一小块可以整间味道，你看不一样。好来，那应该是药材对。好来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了哈。啊，等下我再看看它的那个纹路，小心小心，看看这里。怎么好像在看钻石啊？没有，这个可以看它的那个。这就是钻石。哎，你这个比钻石还要贵。对啊，哈。哦。好。哎，这个哈，说实在，如果真的，哎，观众朋友哈，那真的要好好懂一下沉香。你拿着。不然的话，你在路边捡了一块沉香以后呢，你以为它是一个朽木哈？我拿着。还把它给砸了，烧了，哇，那就还没有估价之前，我先宣布一件事情。好。我肯定它是奇楠。奇楠，等一下，奇楠子，但是抱的不一定是奇楠木，嘿，好，有点手软的嘞，你这样讲，我现在又开始，我觉得老九零这样一讲，我又开始怀疑你这东西到底对不对？那变成奇蒙子，真的吗？哎。这到底是什么木啊？你应该搞不清楚了。就是他就跟我讲沉香啊，我也不懂什么。好，来我们来评估一下哈，这一块沉香呢，重达800克哦。那当初买的一个价格呢是7000块钱，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？请见价。